陀槍師姐系列是無線90年代尾的經典劇集，而最令人期待的是彭麗明事隔17年再次飾演陳三元一角，最為人深刻的是他和劇入面的男主角魏俊傑戲假情真，當所有人都以為他們會結婚的時候，魏俊傑就出了軌。在2007年他和剛剛失婚的郭靖雄傳出绯闻，直到2009年郭靖雄被媒體拍到和一名女士和女嬰同行之後，彭麗明就在網誌宣稱單身，關係無疾而終。而他豁達回应传媒，只做女人要赢，要有尊严，不可以死缠，不能够对骂，分手就分手，散了就找下一个。